走不走啊？我要迟到了，车费一人一半。师傅，香港广场，别绕路啊！ 不欠你了，有些人呢就是这么计较。你干嘛还跟着我？我没有啊。你又迟到了。经理救我，有人跟踪我。 欢迎光临魏谦，请问几位？你好，您是魏经理吧？是。我是魏谦拉面市场部的孙冰杰，今天来给新的宣传活动送海报的。啊，对，我记得。我同事昨天应该有打电话。我不早说啊，想把我吓死啊！好了，换衣服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就是这样，来，这边请。 来的好早啊！早。想吃什么呢？听你的好了。要不来碗浓厚的豚骨汤拉面，汤浓味美，加上鲜嫩叉烧，配爽口坛阳的面条，这个天作之合。<笑>随便了。好。比较一下。 是不是太冷了？我们去坐那边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有人预定了，那边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写歌我先去下单。明天上午11点录歌，客户准时都会到，这些人可都很难搞，你可别迟到啊。录歌？开玩笑的啦，没问题的。<笑> 两碗浓厚的母汤拉面，挑个大一点的叉烧。又来了。来啦。三好桌。先吃面，再工作。煮面的人可是花了很多心思。这明天要录的歌啊，还没写完。好吧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新产品不错啊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。行，走吧。喝水。 海报很漂亮，和这里的环境很配。刚才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误会啊。<笑>你们最近挺忙的吧？是啊，为了食品安全的问题，我们打算做一系列的宣传活动，让消费者更好的去了解。但你们不能只说。什么意思？耳闻不如一见，你应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吧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。点子卖你，50块钱。 哎呀，开玩笑，那么认真干嘛？<笑>好了，我先去忙。好。明天上午11点，别迟到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再见，别忘了杀猪一只。没问题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